晚八点，陈毅进行了在线生日直播，直播时间约60分钟。大波期娱乐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直播中，陈毅感谢粉丝们在线上陪伴他度过生日，分享了他吃了妈妈做的长寿面，聊了聊自己的童年，唱了粉丝为他制作的应援曲《素梦独白》，并朗读了粉丝写给他的信。陈毅表示，他认为粉丝们对他的支持是最大的肯定，他会努力演好每个角色，并许下了生日愿望。他还提到，明年他的生日可能不只是线上直播的形式。最后，他感动地听了粉丝今年为他特意制作的应援曲，红了眼眶，并提醒粉丝下雨时要注意安全。直播结束后，陈毅还特地出来与粉丝们合影留念。从直播中真的能够感到陈毅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，所以受到粉丝们的喜爱。欢迎在大波期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